我唔知點解 feel 到咧，呢個地方對德國好難贏，個比例就少過蘇聯，但係呢個嘢咧，蘇聯贏嘅，1945年4月幾號，仲記得蘇聯贏咗之後咧。希特拉咪自殺嘅，認真你睇過維基知道，希特拉就喺1945年5月4月30號自殺啦。雖然經驗冇閃退，所有準體都有，但係咧，琴日因為閃退，所以準體就冇啊，攞唔到。獎勵啊！有 K30 住旗嘅 skin 啊，2張紅卡，一個標籤，一個專家嘅稀有 skin， 我呢啲都唔用啦嚇，留咗 T1 層喺度好靚靚啲。一個喺白絲帶，我女班最嚟喺度派嘅，叫我開波翻嘅時接鐘啦嚇，勁多人喺我後頭喺度掛黃絲帶，喺嗰個心口度。自由抵抗住蘇聯嘅攻擊，我哋德國人民贏得另一日咯喎！好多人民寄予呢個全部嘅希望喺美軍，向美軍投降，但唔係蘇聯。依家情勢相當清楚嘅係，美軍咧會
在这个银发河的位置继续推进，只要苏联陆军继续贡献，德国人就会继续保卫这个祖国。实际上其实苏联赢的只不过是这只 game 的 game， 好好历史啊，我说边边赢边边输。